TEFM 00，手机咋还给弄啊？不好使，好像那个微软有点个，什么都没有信号，那个都没有那个叫什么嘞？啊？我的桌面呢？叫什么？行了，咱开机好吧？那么呢？那个还不行，那还得等会儿。系统有点微软，就是那所有都没有网哈，别人转钱都没，到现在都收不着，但是也转过来了。哎、什么所有的都没完？哎，而且一个呢就不行，对，都是一伙子是吧？你看他上面吃那个、啊、什么那不时间日期对吗？你看时间日期对吧？他时间日期不对，就是啊，你把时间日期调对就行了。我不会啊，调对了他没有网呀。调对就有网了，调对就没有网。我也不会啊，你叫我又跑了，等下他看你给我打电话，妈的去拿过来。你。那、啊、好了，行了吗？
他一那不扣不付备品了，我看支付宝上的支付宝钱到了。现在又不开机了呢。上回修这个V20，现在又不开机了呢。等着呢，又不开机了，还放着放着，还是死了死了就不开了。那支付宝别人给转钱的啊，转过来又涨了。一个明显。那天回来不就给客户了吗？他说死了有两天吧，他说死了死了就不开机了。那就难说了，那就只能再发来，我再试试该什么事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啊？就这么简单吗？他不白包个，他也不会跳九点。不就那简单吗？你时间日期不对，你我一看你。这那截图你时间昨天你忘了吗？他说时间不行，他说自己做的。你把无线开开，它就行了，它就自动时间就自动准了。你那个大流量没那个，它不自动那个。我记得你上回你说的是等那个呢，给充值的电源是什么玩意？好像是那个是的，上回充值电源，充值那个大电源。把你那个那个关上，把你那个流量关上了，把那个 W 流量关上。我看是那个谁，我也不是他手机不好使。你咋使你使不习惯？你没开 W 烂，他时间。不是 W 烂，是你这边的网，我的白挂上你这边网。啊哈，你没开 W 烂，他时间不对。得开 W 烂才行。你原先时间，你把时间日期调对就行了。他时间日期不对。时间日期不对，你看。机场海关在进口快件当中查过了一批瞒报的生物制品，这里边是一批引发污。